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经本第十二面，第十二面。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我们将这个文念几句啊。三归五戒者，盖是出苦海之精粮，去涅槃之根本，作毗尼之见次，为七众之从基。说万善即此而生，实佛法之平地。这个几句话了，我们在上一节课读到了。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名相，就是涅槃。古印度释迦佛没出现之前，印度就是全世界宗教文化大国，确实能称得上。那么他们的特色，就重视禅定。禅定一般讲呢，就是清净心，真诚、清净、平等，他注重这个。禅定功夫当然有浅深不同，所以他们把它分为八个层次。四禅八定。那么确实有人达到最高的境界，就是第八定的境界。禅定当中，时间跟空间呢都不存在了。我们用现在科学的术语来说，突破了时空的维持，于是六道里面的状况，上面到非翔非非翔出天，下面到阿鼻地狱，这六道里面可以说他们是亲眼看见、亲耳所闻、亲身接触到的境界，这是限量境界，这不是比量不是推想，不是推理是亲自见到的境界。他不是一个人见到的，只要你有这种定功，你都能见到。那么这个就符合于科学的精神。他真的有人作证。前的定，我们一般讲未到定。
还达不到初禅，他有定，啊，没有到这个层次，啊，越界里面状况啊，那是一清二楚，啊，达到初禅，这才提升到色界天了。啊，到第五个层次，他就到无色界天了。啊，虽然能达到最高的层次，第八定。啊，往上呢？往上他就不能突破了。啊，为什么？这里面产生了一个误会。非想非非想天的境界，啊，无色界最高的境界，啊，是什么样子呢？啊，我们没有这功夫，没见到过。啊，那么这些修定的人告诉我们，他们遇到一个境界，就像中国幽学群灵故事开端所说的。是一个混沌初开的境界，以为呀，那就是宇宙的起源。啊，这一个误会，他就到此为止了。啊，把这个境界称之为涅槃。啊。涅槃的意思，啊，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它是古印度话梵语，完全的翻译叫摩诃般涅槃呢。啊，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啊，就称之为涅槃。或者加一个大，摩诃是大，啊，大般涅槃。啊，这个术语在这个经典里面常常见到的，啊，而是用涅槃两个字是最多的，啊，这中国人喜欢简单，啊，叫大般涅槃。翻成中国的意思叫灭度，啊，灭是什么呢？灭是灭烦恼。度是度生死啊！啊，那生死对面就是不生不灭，所以涅槃就不生不灭。我们从有生有灭这个生死，哎，能够度到不生不灭了，所以这是古印度宗教学术终极的目标。希望能够回到不生不灭。啊，这个术语啊很古老了啊，古印度宗教都有啊，都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有没有达到呢？没达到。出不了六道轮回呀！啊，那他们的寿命，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万大劫，这个时间可正常。啊，一个大劫，是我们这个世界，啊，至少呢，太阳系。这一个小世界，单位世界，沉住坏空，一次啊，啊，一次沉住坏空啊，叫一个大劫。
啊，尘住坏空是中界，四个中界，尘啊一个中界，住啊现在是住坏空啊，四个中界呢成为一个大界啊，非想非非想天的人，他们寿命是八万大劫。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太阳系啊，尘住坏空八万次，你说这个时间多长啊？六道众生里头寿命最长的，八万大劫到了的时候，他的定功失掉了。失掉什么？他心就乱了，心一乱了，他就产生怀疑，就毁谤。哎，从前古圣，这个圣贤人讲的，啊，我们证得般涅槃之后啊，就不再堕落了，不生不灭了，怎么现在又有生灭？啊，怀疑古圣先贤的话有问题，啊，这个怀疑啊。那就是谤，毁谤圣贤呐！啊，对圣贤产生了误会呀、啊。那这个罪业，堕阿鼻地狱。真的叫啊，爬得高啊，摔得重啊，爬到最顶端了，这掉下去之后就阿鼻地狱。啊，这不要说是到飞飞翔天了。啊，凡是到四空天，或者是到四禅天，第四禅，啊，往往产生这个错觉，啊，毁谤佛菩萨，毁谤圣贤，没有不堕落的，啊，那涅槃有没有呢？佛说有，不在六道，六道里头没有。啊，小乘的涅槃，阿罗汉所证的，超越六道了。啊，我们知道有十法界，啊，六道外面还有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所证得的是涅槃。啊，就是他们所讲的真的烦恼断尽了。啊，什么烦恼呢？六道里面的见思烦恼，华严经上讲的执着。啊，执着就是见思烦恼，这个东西没有了，断尽了。啊，那么说的详细一点，见思烦恼把它分开来，见思啊，见是什么呢？看法，看错了。思是什么？想法，你想错了啊。所以我们也称为见惑跟思惑，或是迷惑啊。见惑里面的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的。佛为了教学，讲经说法方便起见，把它归纳，归纳为五大类。啊，我们的见解。啊，第一个，身见。把身体啊，认为是自己。这是最大的误会。身不是自己啊！那什么是自己？啊，这个世间有很多人讲，灵魂是自己，比以身为自己啊高明太多了。为什么灵魂没有生命？灵魂没有死啊，那把灵魂看作是自己啊，
那对身就能放下了。啊，灵魂，一般人都叫灵魂。啊，真正有学问的人，明白人，知道那魂不灵呐。啊，魂要灵的话，我们投胎到这个人世间，为什么不投胎到帝王家，到富贵人家去享福呢？为什么投胎到贫穷人家呢？啊，可见的他不灵。啊，就中国，孔夫子说得好。啊，说的跟事实很接近。啊，孔夫子不叫他灵魂，叫他做游魂。你看《易经》里面讲的，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啊，物什么？物质。物质从哪里来？精气变的。那我们人在六道上呢？游魂。好，游好。为什么？它速度很大。啊，它没有空间跟时间的这一种障碍。他没有，速度很大，啊，比这个电磁波，比光波还快。啊，所以称游魂有道理。啊，无论灵魂也好，游魂也好，出不了六道。啊，出六道啊，就不叫游魂，不叫灵魂了。啊，那是什么？那叫换个名词，叫灵性。啊，灵性出了六道了。啊，这是什么？灵性是觉的，觉而不迷。灵魂呢，是迷而不觉。是一桩事情，迷雾不同啊，啊，迷了叫灵魂呐、啊，不迷叫灵性呐、啊，灵性就是发心，啊，就是我们的自信，啊，那什么，真正的自己啊，啊，这一桩事情，要不是佛出世为我们说出来，世间没人知道。啊，古印度那些宗教家只讲到灵魂就为止了，没有再往上提升，就是他没出六道。啊，所以学佛之可贵，头一个就认识自己。啊，我们现在没有明心见性，但是对灵性这桩事情啊，耳熟啊，听得太多了。啊，修行修什么？就是如何能清正，能正的。啊，把自信找回来。那佛又在大乘教里告诉我们，自信有没有离开我们？没离开。我们眼睛能看，耳能听，鼻能嗅，身能尝，意能知，这什么呢？这见闻觉知什么？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的自信。要知道，自信怎么迷了呢？见闻觉知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它就变质了，就变成幽魂了。啊，那么这也是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这是我们自己本来面目啊！啊，现在在六道里面，变成迷魂了。啊，在六道里面去投胎，舍身受身，干这种事情。啊，为什么？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一句话说破了。真的，我们有妄想，我们有分别，我们有执着，就被这个东西害了。啊，自信，自信里面加上妄想、分别、执着，就变成六道，六道轮回。啊，那我们要出离六道呢？出离六道啊，把这些附加物啊，把它去掉。啊，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教我们放下。啊，首先放下执着，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放下执着，六道就没有了。这六道是假的，不是真的，像做梦一样，你从梦中醒过来了。啊，所以头一个身见，一定要知道身不是自己。啊，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啊，就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我所有的放下很容易啊。啊，我衣服换一件，啊，挺自在的。嗯，知道它不是我。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这个身不是我，身用了几十年，用老了，用旧了，不太好用了，换一个。啊，这个身不要了，换一个身体，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啊。啊，所以对于生死那种恐怖啊，没有了。知道生死是换一件衣服。啊，换一个新的身体。啊，那这个换，有人换得很好，越换越好。有人换得很差，人身是掉了，换个畜生身，换个恶鬼身，那就换错了。啊，所以六道里面呢，要重视因果。啊，这个因果就是善恶。啊，善因感善果，你的身体越换越好。啊，恶因呢感恶报，那换的身体是越换越差。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佛在六道里面教化众生，头一个啊是教我们保住人身。啊，再换呢，还是换个人身，或者换个天身，啊，向上提升。啊，不让你往下堕落啊。啊，为什么会往下堕落呢？贪嗔痴就往下堕落。贪心重的，换什么身呢？换鬼身。嗔恚心重的人换地狱身，啊，愚痴重的人换畜生身，这换成三恶道的身了。啊，我们很不愿意，啊，去做鬼畜生。你既然不愿意受这种果报，你得把这三种果报的因除掉。这三种因报苦报的因是什么？贪嗔痴。所以佛教我们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这是什么？你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啊，我们虽然没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在六道里面是人天两道往返，不断向上提升，那就是不断地要放下了，这不放下不行。那么身见，这第一个。第二呢，边见。啊，边见是什么呢？用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对立，两边嘛，两边就对立了。啊，这个东西是所有烦恼的根。啊，所以。我们要认真把它放下。首先放下了不跟人对立，无论是什么人，亲人也好，亲人当然不会对立，冤家对头都不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跟一切事不对立，跟一切万物不对立，不对立了就统一了，啊，把两边统一了，统一到哪里呢？统一到自己。你看《还原观》里面跟我们讲的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事万物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一体呀，一体里头没有对立了啊，都是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变现出来的。这个事情不好懂啊！佛在经里面常常用比喻的说法啊，让我们从比喻当中啊去悟入事实真相。比喻说的最多的是做梦啊，梦幻泡影啊，以梦为主，幻泡影说是辅助的。那主要就是叫我们用梦来做比喻啊？为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我们世间人有做梦经验，欲界天人也有做梦的经验。那佛用这个比喻好啊。你看梦里头有没有啊？有，还真有那么回事啊！醒过来之后呢？醒过来之后没有了。醒过来之后没有，我们想想，我们当做梦的时候有没有呢？当然也是没有啊！梦中梦到很多人，梦到很多事，也有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一个关系，一体。啊，发梦的时候全都有，醒过来的时候全都没有了，一体啊。同时起，同时灭。啊，正像这个《楞严经》上所讲的，
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边界要是没有了，你就肯定啊，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这是佛知佛见呐。啊，你怎么会不爱人呢？你自自然然能舍己为人呢？为什么呢？人跟我是一体。啊，为人真正是为自己呀，损人是真正损自己呀。这事实真相啊！啊，如果有边界，就有对立，那我们知道。对立在发展提升就是矛盾，矛盾提升就是冲突啊，冲突提升那就是斗争啊，斗争在提升那就是战争啊。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啊，啊，所以要化解战争，化解冲突从哪里化？放下边界，问题真的化解了。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啊，这一条不能不重视。啊，除这个之外，我们中国人讲成见，哎呀，某人成见很深，这都是错误。自信里头没有成见啊，自信清净圆明体里头没有深见，没有边界，没有成见啊。成见呢，分为两类：因上的成见，果上的成见。那因上的成见叫戒取见。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啊，都是自信你没有的，啊，这是什么？简单讲，这自以为是，严重的执着。啊，这才会产生冲突，啊，才造很多罪业，啊，幕后一种叫邪见，啊，就是除了上面讲的这个四大类，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归到这个里面，这叫五种见惑。啊，这个东西放下就入佛门了，真入门了啊，入门就成为圣人，小圣，小小圣，小小圣很可贵啊，虽然还没有出六道轮回，决定不堕三恶道。为什么呢？他见解正确。啊，他这种见解能够控制住贪嗔痴，贪嗔痴虽然没断，他不发作。啊，他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他不会堕落三途。啊，人间天上七次往返，思惑也断了，也放下了。思惑是什么？错误的思想，贪嗔痴慢疑，这个五种啊！啊，贪嗔痴慢好懂，那个怀疑，疑是什么呢？疑是怀疑圣教，
那对佛菩萨的经典怀疑，对古圣先贤的写这个先贤的教诲怀疑，现在人很多很普遍的，认为古圣先贤的东西那是过去的，不适合于现代社会。所以他提不起信心的。他不知道古圣先贤那些教训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是信德。凡是信德，决定是超越时空，它不受空间限制。它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限制，无论在哪个地方，它都是准确的。在中国是准确的，在外国也是准确的，在这个地球上是准确的，在其他星球上还是准确的，永恒不变的，这超空间的，超时间是，3000年前是准确的。3000年后，今天还是准确的，万古长新呐！这叫真理呀！你怎么能说它是旧东西？不好使呢？这是严重错误观念。我们在还原观里面读到此地，知道前面讲三种周遍里面，我们曾经学过许许多多的人见到释迦牟尼佛，向释迦牟尼佛请教种种疑难杂症佛怎样帮助众生解决难题呢？一个字就行。前面举了一个例子，一微尘就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这我们前面读过。我们相信一尘里面含无量无边的法门，你不知道一尘如是，一切微尘皆如是，一法如是，一切法都如是。所以佛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里头最重要的是要把法门的门户之见突破法门所以不平等，法门所以解决不了问题，毛病出在哪里？出在门户之见门户之见是什么？你想想看，是不是分别？是不是执着？有了这两样东西，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了。天大的学问，解决问题是局限，而且留的有后遗症。为什么不称心嘛？违背心德嘛？在中国，你看我们这个老祖宗千万年前虽然没有文字，不能说他没有文化不能说他没有教育
啊，他有道，他有德，啊，有仁有义，啊，他与心得相应。啊，留给我们东西，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啊，归纳成一个字，在中国叫"孝"字。你能说这个"孝"几千年的东西，现在人要不要呢？不要了，不要，天下大乱。管用啊！啊，人人都讲孝悌，这社会是祥和的。人与人之间呢，不会有相争的。啊，相亲相爱。啊，社会是安定，社会是和谐的，那怎么不好呢？你能说他们不管用吗？啊，在中国有历史记载，用了5000年，没出毛病。现在不用了，问题出来了。啊，讲的详细一点，古圣先贤教育总不外乎伦理，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讲尽了，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三规、五戒、十善，也就讲尽了。比中国讲的还简单。啊，十善业道一扩充，一展开，小乘3000为，大乘菩萨84000细心，一展开呀，84000细心。一收起来就是十善业纲领啊，不多啊。三规是什么？三规是觉真经，三规是文思修，三规是戒定慧，一体一桩事啊，三规五戒十善讲一桩事啊，就是讲的自信清净圆明体的体相用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例外呀。都是讲的当人自己，这是我们首先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的。所以不要看清这个东西啊，三规五戒是利苦得乐的精良工具，是去向大涅槃的根本。
这个大乘经里面把涅槃的意思讲深了啊，不是当时印度各个宗教跟学说里面所说的涅槃的含义啊，佛把它扩充了，讲得更圆满。大讲的发生啊，大般涅槃了。啊，灭讲的解脱，度讲的是般若，这个讲的好。释迦牟尼佛出世，给涅槃下了三个定义：化身般若解脱，这是我们学佛人终极的目标啊！我们希望真发生啊，发生里面有圆满的智慧发生里面没有苦，利益一切苦厄啊，无苦那就是乐，啊，佛这种解释，就是大乘教里面讲的三德密藏啊，啊，化身般若解脱是三德了，信德，啊，秘密。藏在自信里头。慧能大师开悟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就是具足三德密藏。人人都有，一切众生没有一个没有。这个众生的意思非常广，啊。”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肯定具足三德密藏。啊，众缘和合生起的现象，动物是众缘和合而生，植物也是啊，矿物也是啊，自然现象也是啊。啊，我们抬头看到空中的云彩。云彩也是啊，有没有三德密藏这里？有啊，啊，一片树叶里头有没有？有啊，一粒尘沙里头有没有？有啊，一滴水里头有没有？有啊，通通都有啊，平等平等啊，哎，而且还有个秘密，它为什么叫藏呢？部分里头有全体的密藏，这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的啊！一微尘里面有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所以佛说一界一切，一切皆一，一跟一切是平等的啊，一切不多。亦不少啊，多跟少是一不少二啊，这是很不容易理解，它是事实真相
大涅槃经跟我们说，涅槃有四种大乐。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学佛就是要证大般涅槃。为什么要证大般涅槃？大般涅槃有四种大乐，我们要不要？这很诱惑人的。这四种大乐，第一种就是无苦乐。我们这个世间太苦了，它没有苦啊。这个简单的解释，无苦乐者，为无世间之苦乐也。世间之苦是什么？三苦、八苦，这佛经上常说的。三种苦，苦苦、坏苦、行苦，这是佛把所有一切苦分为三大类啊。苦苦里面讲了八种，叫八苦。实际上，八苦啊，只是三苦里头的一种苦苦。这个八苦呢，生老病死。哪一个人能够避免？除这四种之外，还有四种：求不得苦、怨憎会苦、冤家对头，你不喜欢的事情偏偏碰到，爱别离苦。你亲爱的人，你喜欢的事物，你控制不住，常常会失去。最后一个无因之甚苦，无因之甚是烦恼啊，内有烦恼啊，外面有诱惑。你没有办法控制啊！起心动念，《地藏经》上讲的，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这是一切苦的因呢。八苦前面七种是果，后头一种是因。坏苦那是讲色界天，色界天人把七情五欲控制住了，为什么？他得到禅定定功，虽然不能够把这个烦恼断掉，他能够把烦恼控制住。不起作用，所以他八苦没有虽没有八苦他有坏苦为什么呢？他寿命，他还是有寿命寿命虽然长，寿命到了，定就失掉了，苦又现前了，这不是办法。行苦是对无色界讲的，因为无色界他连这个身都不要了，真的是高级凡夫。我们中国在老子里面读到老子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我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因为我有个身体，那没有身体多好没有身体
生很多事情。无色界天呢，就是没有身体，没有身体，它不需要饮食，它不需要居住的房子。色界天有身体，它不要财色名食睡。这个东西他放下了，他有身体，有身体就有居住的环境，就有宫殿呐。宫殿会坏，寿命到了，身体会失掉，就得坏骨。无色界的没有身体，不需要宫殿。为什么说行菩呢？就它不能永久保持。我们前面说过了，非非想出天，这寿命最长的八万大劫是很长啊，它一定还会到啊。八万大劫到了怎么办？到了它烦恼又起现行，它控制不住。叫行苦，所以佛讲啊，三界通苦啊，这个要知道三界苦，那我们一定要发个心，我脱离三界，我永远离开三界，就求除啊。求出离三界，这是对的，正确的。脱离三界就是脱离六道轮回，世间苦乐就没有了。世间苦是真苦，世间乐叫坏苦，这个乐它不能保持长久。就世间之乐即是苦因的，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中国古人讲修养，君子求淡泊，那就是苦乐两边都舍掉。道家特别重视这一种的修为，不但名利淡泊，一切受用无不是求淡泊。修养自己的天性，保持自己的纯善纯净，在佛法里面很像小乘的修行，着重自利，不愿意去利他。跟大臣不一样，大臣是主动去利益众生，可是要知道，大臣在小臣之上，如果你心里头不能够淡泊名利，你学大乘，你学的肯定有偏差，不但不能利他了，也不能自利，那你就错了。所以世尊教人先学小乘，
后学大乘有道理啊，先放下，彻底放下，七情五欲统统放下，然后你才有能力，有德行，有定功，有智慧，你才能帮助一些苦难众生。你可以给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外表看是一样，里面看完全不一样。里面是凡夫他染呢、你不染呢、你永远保持着清净平等觉，你丝毫不染着，这叫大乘菩萨了。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对你有没有伤害？一丝毫伤害都没有。为什么呢？你永远住在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样人才能够学大乘菩萨，普度众生。在普度众生当中，消除自己业障，这个业障是习气，提升自己的境界。不是这种修行，不能证得圆满。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里面所实现的就是这一桩事情啊，菩萨怎样修成究竟圆满的果德，不能离开众生啊，天天跟众生在一起啊，练思练心啊，你是经历，你不经历这个事，你怎么晓得你真的成就？练思练心的时候知道事是假的，心是真的，那不是妄心，是练真心。真心起作用，不是妄心起作用，它才能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我们一般凡夫看不出来啊。所以华严这部经啊，真正是究竟圆满有究竟的理论，有周圆的方法，后面还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带表演的。方东美先生早年把这部经介绍给我，他说这书编得太好了，全世界找不到第二种。带表演呢、所以以后我学了佛以后看四书，就有这个感觉诸夫子编四书那个灵感可能就是从华严经上得来的，这很可能因为他亲近佛门这些祖师大德你看四书的编辑，中庸理论，大学方法，论语，孔夫子当了善财童子表演，
孟子是孟夫子也当善财童子表演，把学庸的理论方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来给我们看，很像五十三参啊。他跟华严经太相像了。所以成为最好的教科书。那么中国几乎在这1000多年的时间当中变为读书人。主要修学的课程。下面在引经说，故经云：“不断落者，则名为苦；一断落故，则无有苦。乃名大落，此皆涅槃之大落也。”这个话我们很不好懂世间这种落。要断为什么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世间人所有的路是从外面来的，自信里面的真路，《论语》第一句话就说出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圣贤之路，涅槃之路从哪里来的？是从学习来的，是从内里面的往外发的，不是外来的。外来是刺激，譬如像现在的打吗啡、服毒，那得找刺激他为什么要服毒呢？他认为那个落那个东西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今天世间人不懂得寻求外面的这个落，确实就像打吗啡，就像服毒落后之后苦就来了，所以落是苦因呢。我们把世间这种享乐五欲六尘之乐把它舍掉，那你苦就没有了。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再想想享受五欲六尘之乐里头，会不会勾起贪嗔痴的三毒烦恼？如果在享乐里面，会引起贪嗔痴慢的烦恼，那就不是真乐了。贪嗔痴慢烦恼在造业。你有没有想到将来的果报这些例子